姐姐回来喽，怎么样？怎么怎么样？数学了？今天不是考试了吗？哟，这嘴巴怎么翘着呢？嗯，说吧。96，还行啊。100肯定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人有100啊。最高99。啊，那你考的还可以啊。嗯，王某他也96。哦，那你不错了。那还有一张卷子呢。今天没考，下周去考。哎，那99一个，98有吗？不知道，我咋知道呢？95分以上，我们班只有6。哦，那你前5应该有，至少前6。嗯，那我满意了。奖励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目标很明确。嗯，奥里奥。啊，解释一下啊，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零食都放在这个宝箱里了。奥里奥不是它的原配。是我单独放进去的，他知道里面有奥利奥。那你能不能给我吃一根啊？不给。独吞。奥利奥巧心结。卷子今天发下来了吗？发了。咋就这么小一包？好垃圾。是有点小。在这儿。啊，这个是第3、第4单元两个单元一起考的啊。嗯，这里扣掉两道题目4分都扣在这儿啊。嗯，什么原因啊？嗯，看错版了。他说就是故事书比课件书多了5分之1，我看成了课件书比故事书多了。哎呀，你每次都这样，当然就100。傻